和强哥两个去深圳三河那边去看一下临时工多少钱一个月。因为最近东莞的那个临时工的单价已经跌破了10块钱嘛，像暑假工出来以后，什么8块的，甚至有些签了合同，到时候出来只给他6块的，这水太深了，我们把握不住，等准备提桶跑路了。就说有时候剥削这两个词，我不知道用的对不对，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，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。曾经的梦想停止。我现在在这公交站这里，不知道坐哪一个。年生日毕业许的愿。看强哥研究啊，我是刚刚在大朗车上下车的。下一站是华为吗？人总会变，对吧？抱歉。强哥买了双新鞋。强哥，你这鞋多少钱买的？10块。这个鞋可以啊，19块这个鞋。有人只能看着地面，抬头都是些肮脏的嘴脸。立志要走社会的前沿。香蕉1块。我现在来到三河人家，现在是围了个围栏，能进去，但是说里面全部被拆迁了。抱歉。我们现在跟强哥来到这个文化公园地下室。那天无双手合十，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。可能这就是挂壁吧，只是公园都没地方都没得睡了，只能睡在窗户上面，挂在墙上。这可能就是这个词的来源吧。我们睡一会儿。行千万里，再别忘了初心。刚才被保安赶出来了，然后房也没住，因为没带身份证嘛。现在下暴雨，我们公交站这里避雨，挂壁了，挂壁了。强哥有什么想法？不知道。好、哦，这水已经漫进来了，我们等到晚上都不要洗澡了。这手机要没电了。现在强哥旅行了，都是生命可以不负亏欠。小弟晚上就来这被叫做少爷。有人只能看着地面，抬头都是些。日早都叫晚了，强哥去看能不能。